演了这么多烂片还不够。我不愿放开这一段情爱。喂喂，游戏啊，我已经批评过小七了啊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你在说什么呀？那些黑粉的信啊。哎呀，你说小七也是，怎么什么都往你家里送啊？你看到那些信，请千万别想太多，他们那儿都是嫉妒，嫉妒。为了这事儿啊，我都把小七啊说了一顿，你也别放心上啊。你这个废物，演了这么多烂片还不够，演员不适合你，趁早滚出娱乐圈。有人就是喜欢当烂片代言人，反正赚钱就好了。抵制烂片王，滚出娱乐圈。刘老师，今天收到很多粉丝来信哦。刘老师，刘老师你在吗？刘老师，放心吧，我了解他。但是他这种事你我都帮不了他，只能靠他自己。你这个废物，演了这么多烂片还不够，演员不适合你，趁早滚出娱乐圈。从你出道我就开始喜欢你，现在发现自己当初真是瞎了狗眼，会喜欢你这种一无是处的废物。这是尤老师，我觉得你上课太辛苦了，所以想给你做点好吃的，结果算了，还是别吃了。哎，放下，浪费可耻，我吃。这样了，就先别吃了。不不不不不，味道还不错吧？真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你给我做的，只有我能吃。那你多吃一点。我女朋友做的就是好吃，那我以后每天都给你做啊。明天再说吧。嗯，明天周末没课，不如想想去哪玩。去钓鱼。钓鱼啊，无聊，你就不能想点刺激的吗？什么刺激的？比如蹦极、潜水、滑板。尤老师，我真的不会玩滑板，咱们玩点别的好不好？尤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把我放下来吧。我都已经滑好几圈了，你在原地就没动过。尤老师，我不想玩了，你放我下来吧。
好吧，那热身运动到此结束，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活动。什么正式活动啊？蹦极、潜水、鬼屋冒险。啊！跟上，浴室洋洋。这场戏，我发现我的杀父仇人，是我最深爱的女人。杀死他时的那种痛苦、内疚和自责。你看，我当时表演也太稚嫩了吧，完全不对啊！你看这。配合我一下，我爱你，但是太迟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有吗？下一段。这场戏是我喜欢的女孩子误会我和其他异性朋友的关系，我需要用一个吻来挽留她，但是太粗鲁了，应该这样。去开。啊。很久，我被黑了。瑶瑶。